主料番薯叶500克，辅料蒜头一半，红椒二分之一个，青椒二分之一个，腐乳两块，盐二克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番薯叶搞去采叶洗净，红青椒切丝，蒜头切粒备用。热锅倒入油爆香红青椒及蒜头，倒入洗净的番薯叶翻炒，最后加入腐薯均匀，加入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炒青菜时适当加少量的水分，一来炒出来的菜不会太干，二来色泽更光亮。由于腐竹带有些少咸味的，调味时少加点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